看是高雄市的这個天高热登高热，即马讲疫情过来扩大咯，讲为这啊高雄的这市立民生病院有两个共款拢伫刚好病房伫做工课，这有新的这护士拢来为着这登高热，因为讲这病院啊都伫个这病例真济的这连阿区，所以本来啊准讲是毋是安尼烧炭烧卫生间咧，啊检查报告今仔会再出来，确定这两个护士为着是无共型的天高热。高雄市天高热的疫情也搁咧传，即几日传出高雄市立民生病院有两位护士前后感染着天高热，一度互怀疑是群组感染，互护养单位是真紧张。好佳在拜三透早检验报告出来，排除是群组感染事件。病毒型是属于第三型的，那今天确定的这个另外一个护士，他的病毒型是第二型，这两个登革热个案来看有不同型别，那所以应该是不能算是民生医院算是群聚感染的地点。根据了解，这两位护士工作地点拢伫家护病房，嘛拢是有心念伊特别生囝，目前健康无啥物问题，暂时伫厝里休困。啊，不过两个人分别徛伫林安区和三明区，徛在附近和民生病院，拢会展开喷药啊消毒的作业。因为它是一个工作点，晚上还会针对民生医院来做相关的一个喷药消毒的一个工作。高雄市伫八月底发生三都派出所员警群组感染事件，和天高热的病例快速增加，各单总计有140个本土病例。即马感染的一区又原伫另外区，另外对着人员的活动，其他行政区嘛开始出现个案。机关处提醒民众，天高热一定要透过病毒网啊才会传染，体内清除积水的所在才会当让疫情渐渐落来。记者张芬、陈庆坤高雄报道。